而这又是哪个环节出问题了？鬼月明明过了，怎么会发生鬼来电的事情呢？这是有一位小姐，她有两只市话，这两只市话她平常都没有在用，所以都是交那种什么75块的基本费啊。结果怎么收到了这次的账单呢？有3万多块，赶快去查呀！哇，结果那个账单一出来，240几页，一封通通查，是这两只的市话会自己通话，一只打电话给另外一只，她就觉得很奇怪嘛，是不是中华电信线路出了问题？她当然不肯交这3万多块，但是中华电信又坚持说他们已经检查过了，线路完全没问题，如果你不缴费的话就要将你断话了。问题是我那支电话线也完全没有话筒，你要我怎么付？拿着账单，张小姐两支室内电话根本没接话筒，每个月都只缴基本费75元，但是6、7月账单却突然暴增到3万多块，而且是两支没装电话的电话线互打上万通。我这两支电话强调是没有话机，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电话费？只是觉得说我没有用，为什么会跳？那当然是请电话公司、电信局查。只有电话线的两支电话怎么会在24小时之内自动对打1万多通？翻开电话账单，每次通话时间不超过30秒，话费只要1块钱，24小时几乎不间断的打，6、7月电话费高达3万块。他就说他只管外面，里面是我的错。内部是他们自己的设备啊，他们自己设备就他请他的厂商那个外部再到设备上直接跟他装的。OK， 我们的线路都没问题啦。明明没打电话，张小姐坚持不付费，电信公司也说自己没错，但如果双方能够共同再细心检查线路，或许就能够解决问题。中央新闻林世宏、陈曼薇台北报道。